大家好，我是 Shannon， 然后我今天要带你们看的是一个带门禁小区里面的一个 townhouse， 然后它在阿拉莫。阿拉莫这个城市一直都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很宝藏的一个小城市啊。首先这个地方环境非常的好，气候也很好，这边有很顶级的学区。我现在把镜头转过去带你们看一下。我们可以看到小区里的环境非常的漂亮啊，它是一个半封闭式的小区，所以进来的车大部分都是小区业主的，这样的话呢就会比较安静而且比较安全。我们可以看到它绿化做得非常好啊，从这个建筑的外观配色还有庭院的风格都是有一点日式的那种风格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房子就是从这里进去了。就是这一户了。我们进门来呢，就是它的客厅，它是一个 high ceiling 的一个高挑顶，并且开了天窗。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到后院的那一排落地的拉门，这样的话就大量的引入了自然光。那个 shutter 我还没有全部打开啊，但是已经可以看到这个采光是非常棒的。这个部分是餐厅，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厨房是一个半开放式的啊，我们走进来看一下。冰箱和洗碗机倒是蛮新的，但是炉灶是比较老式的那种电炉。柜子又重新漆过，台面是小瓷砖的台面，这些就是比较老式啊，因为这个房子是70年代建的，不过不影响使用。但是如果你想换成比较现代风格的橱柜厨具，也是很容易就可以换的啊。我们过来看一下后院，它是铺了一个 deck 啊，所以地面就比较干净。这个小庭院应该就是最初建的样子，也有一点点日式的感觉。房子的屋檐外墙都有重新漆过打理过。咱们进来从这个角度看一下客厅，非常的宽敞明亮啊。这个高顶的房子受欢迎啊是有原因的，你看这个空间感跟我们那种普通的9尺10尺的房子是非常不一样的。这个折叠门里面是一个衣橱，你可以挂外套。走廊这边的折叠门都是储物柜，然后洗衣机烘干机。这边是一个客用洗手间，但其实它是一个 full bathroom 啊，它有淋浴间。这一间是客卧，但是这个房子的两个卧室面积其实是差不多的，都是11×12，也很方正。这边走过来是主卧，主卧带了自己的洗手间、浴室。再走进来是哺乳室的衣帽间，也还蛮大的。好啦，那这个房子我们就看到这里啦，一个2B2B 高顶的 townhouse， 拥有满分的学区，位于阿拉莫这个非常宝藏的小城市。如果你对这个房子感兴趣的话，无论是自住还是投资，都欢迎联系我预约时间看房。我是 Shannon， 下期再见。